秋分有极昼极夜现象吗？秋分没有极昼极夜现象，春分秋分日都是昼夜相等，没有极昼。全球昼夜都是12小时。北半球12月22日冬至出现极夜，6月22日夏至出现极昼，南半球刚好相反，南半球6月22日也就是夏至出现极夜，12月22日冬至出现极昼。极昼极夜，地球两极地区的自然现象。所谓极昼，就是太阳永不落，天空总是亮的，这种现象也叫白夜。所谓极夜，就是与极昼相反，太阳总不出来，天空总是黑的。在南极洲的高纬度地区，那里没有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律，没有一天24小时的昼夜更替。每年南北两极，极昼极夜交替出现，一年内大致连续6个月是白昼，6个月是黑夜。